Google Gemini Ultra 1.0 目前正式版已发布， Google 最强的 AI 是否可以击败 GPT-4 呢？今天随我来看看如何免费获取使用。之前还是 Google Bard 的，这天变得也是真快啊，现在它已经正式更名为 Gemini， 同时呢 Google 最新最强大的大语言模型 Gemini Ultra 1.0 版本也正式面向大众。在此强大的模型上， Gemini 高级版 Advanced 各项性能都得到了加强，它能够同时处理和理解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和代码等多种信息类型。这种原生多模态能力使得 AI 在处理复杂任务时更加高效和自然。在 MMLU 测试中， Gemini Ultra 1.0 首次超越了人类专家，这表明其在理解和处理语言任务方面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呢，它在32个多模态基准测试中的30个中取得了当前最优效果，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强大的性能。Gemini Ultra 1.0 的发布啊，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它还预示着一系列新的应用场景。例如，它可以帮助用户在 Google Workspace 应用程序中进行更高效的协作，或者在智能手机上提供更智能的助手服务。在即将推出的 iOS 和 Android 手机应用中呢， Google 已将所有的 Workspace 中的 AI 功能呢，全部都整合到了 Gemini 中。但是想一直白嫖啊，那是不可能的。 Gemini Advanced 的订阅月计划费用为$20一个月，说实话还是稍微有点贵的啊。不过 Google 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月的免费试用，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得到它的免费试用期。好，去到 Google Gemini 官网获取创意灵感，提升工作效率。 OK， 点击试用。那么我们进入到首页，如果你在左下角这里啊看不到升级到 Gemini 高级版，点击帮助选择关于 Gemini Advanced， 需要订阅 Google One AI 高级版即可获得 Gemini Advanced， 每个月的订阅费用是$20，目前前两个月月费为零。好，来看看 Gemini Advanced 说明。采用功能强大的 AI 模型 Ultra 1.0， 在进行逻辑推理、遵循指示、编程和开展创意协作方面更强，领先的性能能够理解、解释和生成以众多不同编程语言编写的高质量代码。如果你是个程序员的话呢，这方面一定可以帮助到你。下面还有专为高度复杂的任务而设计，专为快速理解文本、图片和代码等各种输入内容并做出响应而打造。另外 Google One 还给用户提供了 2TB 的存储空间，这个还是比较良心啊。最后点击下面的开始试用，如果你的 Google 账号地区没问题的话呢，会让你绑定支付方式以便开启试用。它这个高级版订阅可以随时取消，所以可以免费体验两个月，如果确实合适自己呢，再考虑付费也不迟。 OK， 在我们一番操作以后呢，进入 Gemini Advanced， 我先让 Gemini 帮我用 Python 写一个 Telegram 抽奖 Bot， 反应呢还是非常快的啊，而且它不光是按要求完成了工作，并且还可以自行对工作提出更好的建议并给出解决方案。哎，这就非常的 nice 了，它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只会按照指令办事，非常棒。当然画画也是 Gemini Advanced 可以帮我们做的，比如今年是中国的龙年，给我画几张中国龙。好，稍等片刻后会得到四张待选图片，点击会有放大的效果，如果你觉得可以用的话呢，右上角可以点击保存为高清大图。最后来看看大图的效果。就在我制作视频的时候啊， Gemini 还在不停的更新中，根据 Google 给出的测试报告，Google 将 Gemini 与多个外部 LLM 以及 Google 之前的最佳模型 PaLM2 进行了一系列基于文本的学术基准比较，涵盖推理、阅读理解、 STM 和编码，实际结果都是大幅提升。目前几个 AI 头部大模型产品可以说是卷得厉害，你追我赶，生怕在这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包括苹果在内，据传在下一代 iOS18 中，AI 人工智能 Siri 将要登场。那么作为用户来说，在这可能改变世界的历史时期，可以见证这一切的发展，还是非常荣幸的。
科技改变未来，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